兽灵位，碧罗会先形成出阵。创造物将记忆一切真实，号令宣告抹出，九姬曾经是属于神的，昔日他们回应祈愿降临于世，与我为伴，与千万人同行，可后来他们编织欺骗的幻影，以智慧掀起无中的战火，鼓动群兽水洗，观赏绝望与秀光。于是我令诸神尽力，
然而他们托起的暗月，如今依旧悬于天际。那是您的过去吗？那是你的未来。新生的先行者，留下你的名姓吧。无论这个名号指向光明还是晦暗，都永远不会被这个世界忘记。我已不能再停留，否则这具身体将沦为我的容器。再会了，我将于远方的梦境中与你重逢。你醒了？没有，倒是我不碍事。云台驿站，我会记住这个。先生先，你继承了东，少林卫碧罗。别，你在云台上，你还好吗？此地名为空桑村。幻墓。原来如此，走吧，我们去寻找东君大人的墓。你的伤，没关系吗？无碍。好久没战斗了，还有点紧张。宣告，我出。九王神，听我号令。下一个任务会是什么呢？你是指四大人制造？我叫九九，仿佛和之前不……没错。你先走，我的……不对不对，执四大人说我们是伙伴，好极品的鸟，抓！见到勇猛的毛毛熊，还空丧的天空就由我来守护。救命啊！小贼别跑，猫熊咆哮。跳高高！啊，蜂鸟姐姐，你好，这只谢甲鸟是我的同伴九九。好熟悉的名字。他是新任先，侄子应该已……哦，难怪你。你好。没错。那就。最近空桑出现了一些梦魇，为了保护村子，人们正在准备藏梦典仪。典仪上，人们会向梦神献上祭品，平息神明的悸动。到了，前面就是逝者居，梦神逝者的栖息地。小星星，果然又有外乡人。不是外乡人，是客。原来是来找知的。那你们找错地方了，这骗人。我警告你们，警！喂，好凶！他是简简，梦神使者。哦，希望是我多。
第1095天，未知。你们好，外乡的不昧者，我们是兽灵卫。原来如此，梦以丝线编织经纬。空桑是梦神庇佑之地，金色的可以织一场美梦，黑色代表既然各位想选。既然这样，是因为你愿意为我们织梦已经足够了。梦神逝者也希望我们尽快离开，恐怕不仅仅是因为苍梦点意。这上面的气息，这些应该够了吧？总感果然，影像东君大赤乌头后世的。宣告，抹除。九王神，听我号令。心无觉悟，怎么可能挡住我的道？难怪空桑急着举行典礼。现在应该可以了。无需担心，第二次见到这种怪物，梦魇滋生于……对，辛苦了，梦的主人。原来如此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梦神逝者的是离开。暗月和云台圣一样。做好准备。我来应对。计算中。区区两倍，不成。我和你一起。海螺之歌，
九王神，听我号令。心无觉悟，怎么可能挡住我的刀？身体出现紫黑色，神志不清，攻击性强。既然我刚才能净化那些桑丝，当然。不仅是这些村民，您看，我都说过让你们赶快走了。这里不是真正的空桑，对吗？是的，这里是一场由梦神使者编织的梦。你们今天是这场梦持续的第1095天，我和织野补了它整整3年。那轮暗月所在才是现实吧？你们是为……那就是说。去什么去？这是受灵卫的职责。我和你一起去。你们这些人，我们还有一个伙伴，从刚刚就一直联络不上。简简，你有看见过猫猫熊吗？他最后一次行动是去找你。没有，在使者军门口分开后就没有见过。缝隙一出现，我就及时修补，否则梦魇就会从中入侵。而你们的刀，空桑的，希望回到现实中的时候还能见到你们。气息竟然如此浓重，这么看来，影像扫描中，这些村民都已经怨石昏，但他们还没有死，恐怕是这那场梦境已经摇摇欲坠，不再安全了。我们在力短暂下变成碎片。号令，心无觉悟，怎么可能挡住我的刀？